了半用几下小的阁楼，飘过水上中断线的气球，大的位置眼神要不要被修并不上浮冰天蓝色衬衫的褶皱，软体皮箱里褪色的袖口，提醒深夜还在流浪中安静吧。谢谢大家。进行到这里，
这个 party 已经接近尾声。其实今年的 Why Me， 所有的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和我一样，我们所有的努力只是希望在我问出全场的朋友你快乐吗的时候，可以听到你们最大声最肯定的一句答复。谢谢大家这么的爱 Why Me， 谢谢大家。在这里我想再一次问你们，你快乐吗？就是这么容易。